差不多超级。有请两位。对啊。今年我们周也有很多影视作品，包括我们的《复兴》，我也有《暗香来》，《很想爱上你》，这些都非常优秀的影视作品，带给我们的观众朋友。找找空间自己签一签。陈磊都快签出画了。我知道，那就待会儿那个再拍一点。就是我。你知道吗？我看到陈磊，我就想起了我跟他刚认识的地方，是绘画少年的天空。他可会画画。没错，我家里现在都还有一幅陈磊给我送的画。是不是？他会画画送朋友的。哎呀，他每次真的多才多艺的，很厉害。而且我们那幅画很有，我转过来，就是很抽象，当时做那幅。来，两位中间拍照。是的。周也，周也，哇，我们深深刚毕业，我也喜欢看他微博上的野生周报。周也，这个裙子上这种银色的小花。